那今晚只能委屈你与我同住了。好说。到底为什么而来？你问了什么，我便是问了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我跟那波人不是一伙。潘大人，上官小姐，我们又见面，这应该算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吧？是。我知道你们查这个案子不过是为了传播，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一切，但有个条件，只招你这个女婿。大人，你对这还挺了解啊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们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有事瞒着我？是什么？还挺伤的。卓少主的鼻子还真是敏锐啊，都快赶得上猎犬了。一路奔波，多吃点。潘大人，只怕这关心过了头，路人考试。我想什么做什么，自有盘算。有没有人？来人！你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？我们是怕我救醒陈父。你看到这张？所以这些猪。或者把他当做畜生一样驯养，都这么严，来，把他裤子扣吧。要是被长辈阻止，连同毁于一旦。你要救陈父，恐怕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做猪做狗才出此下策。九月初三，也就是沈慈被害的当天，这也就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试胆大会，是陈父等人强行将沈慈拖走。怎么样？我还记得当年那个唐人你念了好几个月。卓少主江湖气概，怎么偏偏对京城来的大小姐上官芷仅有独钟呢？我听说潘大人对着上官小姐读心态度极致，我也很费心。